还是跟我们一块儿。夫人生性喜静，果然是真的。哈，是大小姐嘱咐我要好好盯着你们。你们一群乳臭未干的小鬼，要执行这么困难的任务，总是有点风险。况且轩辕剑威力无穷，有本大王看着还是稳妥些。总之，赶紧跟上。大王明明担心我们，却总是不好意思说出口。李军守住了隘口，看来是绕不过去了。奇怪，无缘无故的，怎么会把守在这儿？总之，一切小心。那有声音。通缉要犯，交出古文竹简，放你一条生路。哼，拿下！当心他们的武器！是之前孙策。
这玩意儿。星耀，小鬼，当心那头大妖！竟然捉这种大妖来出取元灵，真是不要命了！他的力量正在恢复，怎么回事？方向跑了，香儿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快些找到轩辕剑。啊，小鬼说的没错。可是，要是他们跑去村庄里头，就会和之前一样。找轩辕剑虽然紧急，可这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啊，小丫头说的也对。你说的有理，阿兄又何尝不知？但你瞧，那儿也是妖魔。虽说被困住了，可不知能困住多久。更后面呢，是否还有更多妖魔？若我们进入黄河古道，不但能寻找轩辕剑，还可沿路绞杀他们。可是，确实是两难的。唉，
这样。到干涸之后像是山谷似的。仙儿可知道黄河是怎么干的？改道之后原本的河道自然就干了。难道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吗？
这黄河其实是被喝干的。啊？哎，小鬼又要瞎说了。上古传说，巨人夸父为了阻止干旱，逐日而奔，好不容易追到了日落之处，因为干渴而痛苦不已，他将黄河渭水一饮而尽，依旧无法解渴。夸父本想连北方大泽一并喝干，再继续他的追逐，却在途中体力不支死了。啊，那干旱不就……干旱无从阻止，但夸父留下的桃木杖化作一片桃林，造福了来往人群。子虚这么说，倒让逐日的传说变得动人了。本大王还嫌这夸父自不量力呢。所以这条河道就是当初夸父引进的。仙儿说是便是了。阿兄不会又骗我吧？这上古传闻的事情。Yeah.
救命啊！有妖魔！大侠救命！怎么了？慢点说。咱们商队在前头遇上妖魔，我侥幸逃出来，求您救救咱们。无所谓，反正顺路。快带路吧。就在前头了，小鬼们上吧！安全了，你来看看吧。哎，太感谢了，恩公啊！多亏了恩公，否则大伙儿肯定全死在这儿了。别这么说，顺手帮点忙而已。倒是你们商队，怎会走古河道前进？实在是迫于无奈，咱商队向来往返西域、洛阳，哪知这次才过了函谷关。便听闻妖魔肆虐，驰道全都被封锁了。逼不得已，只好冒险碰碰运气，没想，还真遇上了妖魔。如此惊险，也太过薄命。南宫有所不知，一家老小都还在洛阳等我，嗷嗷待哺着呢。我若不搏自己的命，便是拿他们的命来搏，这……也是，都是辛苦人。疾风大王，你晓得哪条才是通往鲁班遗迹的路吗？啊，让本大王看看。大王看清楚了吗？看得很清楚，毕竟本大王鸟眼如炬。但遗憾的是，本大王也不知道路。方才不是说着方向顺路，还以为大王识路呢。哎，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们，这黄河一天到晚改道。有道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本大王识得的是三十年前的路。大王这话说的，难不成我们耽误的这一会儿，黄河就改道了？总之，接下来该怎么走，本大王三十年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。诸位恩公说的遗迹可是那艘沉在地下的大船？顺着这儿走下去便会看到，显眼得很，肯定不会错过。多谢指引，我们正愁找不到路呢。恩公莫要多礼，真是折煞我等了。一点小小心意，诸位恩公莫要推辞。啊，这是大渊，不，秋瓷的葡萄酒。恩公好见识。葡萄酒很厉害吗？这种水果酿成的酒，芳香酷烈，味兼醍醐，是西域的特产。要是在长安或是洛阳，千金难得一壶。如此厚礼，太过贵重。美酒虽好，哪能与救命之恩相提并论？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
有生活可过。本大王倒是觉得，做事还是得知所进退。可我几次听大王说起故事，总感觉大王向来是勇猛过人，身先士卒。哎，那倒是，毕竟本大王从不怯战。这样啊，可是我……别磨蹭了，加紧脚步往鲁班遗迹去吧。西域那儿，就连卜筮之术也与中原大不相同。遇过最有趣的，便是南方国度的鸟卜。鸟卜，这个本大王倒有兴趣了，说来听听。就怕吉鹏大王听了吓着。哈，本大王见的可不比你少。这鸟卜逢岁末举行，在进行之前，族人会先杀猴，以猴血祭天地。祭拜以后，便由巫祝带领入山进行鸟卜仪式。没有带鸟儿要怎么做鸟卜呀？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。鸟儿是直接从树林里走向巫祝的。抵达部族的圣地后，巫祝念诵咒语，便会有只七彩羽毛的鸟儿出现。巫祝会将它捧起，给族人们巡视一遍后，将之杀死。啊！这不会是以鸟血卜卦吧？可惜大王猜错了。巫祝会将鸟腹剖开，若里面充满谷粟，来年就将丰收；若是充满沙石，就代表来年有灾。听来真是毛骨悚然。大王哪日到了西域，可得小心，要是被当成神鸟就糟了。小鬼多虑了，本大王可没那么容易被捉住的。